toujours là. Ça va danger, ça va danger. Ça une.什么东西啊？感觉那个马家，哎、欸，是吗？不是，不是马托，小呱呱。呱呱。哦，小呱呱。小呱呱。呱呱叫。好大的嘞！这个是大、哦。呱呱了。呱呱。耶，金有效。很美哦，呱呱。我怎么呱呱叫？在等他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在等呱呱叫。哦，有，叫喽，叫了。哎呦哎呦哎，呱呱呱呱呱呱呱。好啦，我们跟呱呱说拜拜，啵啵。叫呱呱呱呱，啵啵呱呱。OK， 现在实力演练了。对，龙眼，那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来办 SA 啦。OK。第一步骤呢，我们先下我们的南极虾，以3:2跟粉去做混搭。好，充分的均匀的拌炒。那我去捞水了，下水，好，均匀的搅拌，底下也要挖到哦。丢下去看看啊。也吗？看起来不错嘛，对不对？应该可以啊，应该可以吧。也好，好，先用这试试看，先试试看看。好。OK。好，来了，那我加这个进去。挂上，好，就这样了。好，你先挂下吧。然后很重要的是，我要去丢垃圾。对，那我们前置作业这样就算完成了。上虾，好，像只虾子哈，像只，哟，他怎么看都是只虾子。下来准备下手跟钓手周围。先下吧，紧张哦。超紧张啊！我们差不多不用抛太远。线有好长哦，欸，小心哦，哦，来下竿，好 ，ASA 下 ASA 下，等一下哦，我先下一下 ，Y ASA 下，好了，哎，好了，坐着等，现在就是坐着等，我们是一个 team， 下竿手跟上饵 ASA 手这样，再看一眼嘛，通常都隔多久才看？我是觉得应该已经没了。What？ OK， 回来。你为什么？这是七大不可思议之消失的南极虾。他们打什么？就是被下面的不知道什么，可是也感觉没什么感觉。对啊。到底下面在干嘛？下去看看。要不下去看看？下去看看这个。我想知道。我是没有看到咬讯的，然后饵就不见了。不管了，我要直接打。打空气。What？ 空干。What？ 那个虾应该不容易掉吧？还是你串多只一点？那个虾应该是不容易掉的东西吧？我不知道。我觉得你要不要看起来，那看起来。那我瞧。消失了。哇！百慕达三角，击掉百慕达三角。遇到我今天好像遇到了瓶颈的感觉。天哪！A 傻，然后看着阿波，十点，虽然他都跟阿波一样大，哎，欸，他完全不会被惊吓到。梦幻宇宙，梦幻宇宙，来，我上不去，你站，梦幻宇宙，站上来，来，梦幻宇宙，梦幻宇宙，接棒，哇，联盟，对呀。
哦，漂亮漂亮！高哥，打破假人记录！是啊！耶！哇！干！耶！是啊！哦，好，漂亮漂亮！哦，这只脚够大的了，哇！鱼托，爸，呜，变成鱼托爸了，变成鱼托爸了，厉害！哇塞，真的厉害，搞笑！当时啊，感觉怎么样？超舒服，他就整个就往下冲，然后就出现了。哇，是哦，哇，这就是黑毛哎。这只目测大概多几斤啊？有一斤多，一斤多，这算是很好的体型，是不是？这是量型的，量型的。我看看，哇，哦，好舒服哎，它肉是好嫩的哦。它是可以直接，我可以直接咬它吗？没有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你要直接咬什么？哎，真的很漂亮哎。哎，它的肉超嫩的，肉超嫩的。哦，欸，很嫩，你压压看，你轻轻压压看。我想要看他眼睛，他蓝眼睛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叫蓝眼辣妹，是他叫。哦，蓝眼辣妹，是的，厉害。抖抖鱼，热死哟！哦，死过瘾呢，臭毒呢，死的。爸爸爸，公仔小，公仔小。暗呐，各位。对啊，哦，累。骑士骑蛮不错的。其实整个看龙野跟离子暗帮好像还不错，嗯，然后血调，然后基调应该我们算不错度。有啦，可以啦。然后软式的话，其实我如果再早点抛，应该会比较好一点。嗯，对，就是学了很多东西，然后也在这边整个看了一下地形场地。感觉好像可以有什么新企划的产生呢？对，可以拭目以待，好不好？那今天的我们的教育训练实地演练就到这边了 ，OK， 大家了，拜。有了有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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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